大行和尚宗从念佛，宗是主要的主修的，那他主修的就是念佛法门，从是从上从进啊，以四字教招啊，教人四个字，就是信、义、称、敬这四个字啊，叫人家念佛啊，要信，要享福，不离于心啊，心里头真信，真的享福啊。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，自己真的要有诚意，一定要知道我想佛，佛想我啊，佛真的知道啊，我念佛，佛听到了，我拜佛，佛看到了，不是叫你打妄想啊，事实真相如是啊。我跟阿弥陀佛没有差距啊，贴得很近啊，就像他在隔壁一样啊，这叫念佛人呐！啊，不是佛隔我很远很远，不是啊。大乘教里佛常讲啊，就在当下，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此界、他方。空间跟时间全是假的啊，在哪里？即在当下啊。当下为什么不现？当下我们有烦恼障碍住了啊，妄想分别执着三大烦恼啊，妄想是无明烦恼，啊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三种烦恼障碍了我们，我们没见到，三种烦恼一放下，真的就在面前啊。佛说的一点也不错，啊，嗔，嗔是念佛，敬啊，是身体的离境，不离于口。啊，我们赞叹佛，也是敬佛。